嘿，我是 MB 大熊 March Bear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往曼波站的路上去了。现在是凌晨的4:50，然后我们现在在核心客运上面等出发。我们到台北了，好，小帮手在这。我们现在准备要先去找 Seven，然后先储值悠游卡，再准备搭捷运，然后就准备到会场去了。我们入场了，我们要先杀到 Good Smell。对啊，好多东西哦，我们要到 Good Smell 去了。哇，我们先逛那个商品区，Good Smell 的商品区在哪儿？哇，新品都在这里。好多人啊，Good Smell 的贩卖区。不好意思，Good Smell 是往这边排吗？是，好，谢谢。哇，这边也爆了。大家都要来抢。哦，上面的贩售商品，那一只，阿许要买那一只泳装会会，这一个。哇，那就1900了。对，没有错，所以我才跟你说要准备钱了。这是你的。对，我已经网络上订了的阿姆斯壮，那哥斯没有不能退哇！我们等下这边先买完以后，我们再开始慢慢逛过去，因为它上面写说不定期可能不会刷卡，所以还是得确保现金。因为它有的时候写说不确定会开刷卡，所以自己来这边呢就要自己带现金来，比较确保说一定可以结账。那如果可以刷卡就刷。对啊，可以刷卡，但是刷卡。跟大家讲解一下规则。那我们的规则就是，你拿的时候是不可以碰到石壁的，就是不可以碰到石壁。石壁就是旁边这里不可以碰到。然后，碗的话，你不可以进入池子的凌空，就是你的碗不可以在池子的上方。那第三点就是不可以在池子里停留超过5秒。就是你捞，就是这样直接捞起来，不可以在里面一直搅拌之类的。那再来的话，就是捞进碗里的关节才可以带走，然后我们会给你一个夹链带，这样收着走。那每个人的话只有一次机会，50块就是一次机会。那如果你要再捞第二次的话，就要请你重排，然后再缴一次钱这样子。活动开始了，那我们现在是小帮手来了。哇，只捞到了一大堆零件没了，你为什么不往脸看？我正在包。